大家好，我是青六区红真小组的叶安。国小三年级就来到教会，但我常常做出神不喜悦的事情，甚至还影响到身边的人。国一上学期，我来到士林粮堂，虽然有来到教会，但我还是会时常被同学排挤。直到寒假前几周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有股力量想要叫我悔改，顿时我感到心里不安，有罪恶感，脑海中不断浮现以前的那些坏个性。于是，我想要利用寒假的时间彻底重新改变。起初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于是我开口向神祷告。寒假结束前一天，我向神祷告，求他给我勇气面对同学。没想到同学觉得真的我真的改变很多，纷纷都跑来跟我讲说，你真的变好多。我听到以后，我真的非常的开心，这一切都要感谢大能的神。后来我发现，只要将一切交给神，神就会大大的祝福你。我开始拿我的生活费每个月11奉献给神，原本以为会不够用，可是后来发现说会不够用，反而还多了钱。这些都是神给我的恩典。我希望每天都有主与我同在，让我能够平安与喜乐。历代志4:10鼓励我要起来服侍神。不管我以前是怎样子的一个人，现在都一切都过去了。我要遵从上帝的旨意，成为他的儿女，走在他的道路上。我愿意将我的一生献给主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，将一切荣耀归给神。